边，哎呦，结束了，一拳，哎呀，玩的不错，他那个有两条，我原本想跳桥，所以那条，不是啊，本来就不能这样。你哪一次麦块可以直接实质摔下去的，对吧？他那个高度我摔下去不会死，但是被他挤到隔壁去。最后你们，哎、欸，那你是怪巧克力胖喽？嘿，什么事？他说他本来这样摔下去不会死，是你把他挤到隔壁通道还要摔死。我把他跑到隔壁去吗？你说我们最后怎样？你们那个挖下去，其实反而就让鸡鸡就没有。我们刚刚一直在找我们鸡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一直叫，我一直叫一拳守着鸡。你们那个粉鸡，他那个技能太过分了。你知道还有那个技能是身上装备全部排序改变，哦、那个很酷啊！这样穿着的，那个直接放到你的物品栏，等于就做脱掉的意思，很棒啊！对，衣服全部脱掉，很棒、啊。打的是全体哦，很棒、啊，魔方全体。那个真的是超过分的。等，他说话，他说话。买了很多次啊！太小声了，大声点。他说买了很多次。所以我刚刚这边一直沟通超难沟通的，我要听笨鸡讲话，阿一拳一直在那边扰乱我。人家以前闭嘴。所以那个技能是买的哦。买的，我刚刚也在找。第四页。哦，在第四页那个技能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阿基耶。嗨。现在哪里可以看、啊？第四页，你找中介箱看啊。哎呀。阿基，我们现在的鸡鸡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阿基。啊，你的鸡鸡比较是哪一个啊？什么？你的鸡鸡比较不一样，在讲什么了？我们现在鸡鸡很强哦，空少哎。哎，是哪一个啊？鸡鸡，扰乱火。哦，扰乱火，弓箭上面那个。弓箭上面算是第五页啦，就是暗示下。嗯，哦。哦。哦，捣乱火200匹加30遗愿。他怎么看自己方有多少遗愿？不是要打开那个箱子吗？是那个吗？右边会显示、哦、战场遗愿40。啊，那个遗愿是怎么得到啊？就是我们的40，是不是？哦，遗愿是杀掉对方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方有人死掉就会有遗愿。哦，嗯，就说那是让弱势方的反击的方式。怎么可以说人家是弱势方？弱势方不是弱势、欸、你刚刚你知道你很讨厌吗？你一直打我，我一直打你，一直不走。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啊，不然你要去打小雨啊。啊，他欠打、啊、怎么我欠打、哇，那个爆弹是不是改变了、啊、现在爆弹好难丢哦。会吗？我被丢死两次欸。可是就是丢的我丢的我也死啊！哦，那巧克力在地下，在地下你被丢的是因为我血量是骑士的血量比较多。可是就是之前上一次丢，感觉自己比较不太会被扣，就是他比较笔直的出去。嗯、这次好下坠哦。就等一下拿爆弹要小心，它威力强大，可是很难，很不容易。不玩多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接近这个僵尸会缓速啊？哪一个僵尸？对啊，这个很像胰岛蝠王，胰王的胰岛蝠王，没动。我接近他就超缓欸。哦，这个，那个吧，特别的，那个啊，现在的任务，缓慢行动。嗯，那不是那个僵尸的啊？我们刚刚要找这个没找啦。战场遗愿啊，这边呢、啊？找什么？海龟壳。啊，这就是宝物哦，作者。忘记找海龟了。作者，这就是宝物哦。海龟壳帽，居然有海龟。埋藏的海龟帽。这海龟帽有什么特殊效果吗？还是就是普通海龟帽？水下呼吸哦，装饰彩蛋。潜伏时间。警示火，英雄火。还有那个捣乱火，哎呀，我身上就两个装备，然后我没用了。最讨厌这东西，转折镖每次一转折被传回去，好烦啊、哦！对啊，还强弱也不能动哎、欸。真是，哎呦，好多安哦。转折传回去也是一个方式啊，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，
没有传，好像刚开始没多久，就是一个任务，对不对？就也传回去。哎、啊，真的、啊，听到声音了啦！已经没有装威了，为什么都是亲我、啊？因为只有你是蓝队啊！啊，嗯、真的？为什么叫我是蓝队？哇，这个四百宴随机清东西、欸、没的，谢谢谢谢，让我解脱。随机清哦，不是吧？嗯，那是但那个很贵。哦，四百一院，四百一院。我以为清装备是清掉了，我原来是喷在地上哦。嗯，就跟上没有、啊、跟上次一样，跟上次一样。可是那10% 掉装了、啊，我们刚刚调试。他就我的刀、我的镐什么都刚好喷到那个10%去啊。我也是啊，哎、欸，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被那个影月扒了裤子，我傻眼。穿裤子啊，你需要穿裤子啦，你好凶哦，好凶哦，我的裤子。你可以对我做什么？没有，就觉得那件裤子好像蛮适合我的。抢过来自己穿，太可怕了吧！啊，休息时间传结束又被传回去哦，了解。嗯，对。下一场，下一场，观众场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吃广告，我也是吃广告，都不知道。数到十，完了就知道。一，等一下，纸片会好好跟你们介绍。好，十名挖沟，六，七，不要再跟错老师就好了。九，好，十，你看，哎，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跳一下，我们超穷。我想说奇怪，那个稿怎么都不来？跳一下。哎，九点了，九点了，狼人杀，看一下。啊！啊！What？ 你要嗷呜了吗？我想嗷呜一下。他们不是昨天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是前天吗？没有，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哎、欸哦，不一样啊、哦！我们是，我们一到五，他现在一到五，对对对，哦，是哦，对，哦，原来有改哦，没有，我应该是讲同一个，只是我以为，哎、欸，不同吧？同一个啦。嗯、你们不是都在封那个吗？五个字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可是昨天也有啊，前天也有啊。哦，是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是安内。来偷偷看一下，重新复制，好 ，Happy 手一下，嗯，反正上面领下是奖励包。Happy 手，你这样纸片怎么跟你好好介绍啊？好，可是师傅这边开好，好，有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才刚进哎，进了，进了，开这么快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掉下来了，哎，下来了，我掉到水里了，哈哈。详细纸片会跟你们讲，好不好？我就让观众来。小明挖狗，哎，我怎么都跳过了？纸片怎么玩？任老师，我不知道呢。老师，我才玩一场呢。狼人很辛苦哎。老师，知道怎么玩？不过我觉得你刚刚很轻松哎，你在打我们鸡耶。对啊，一转过头来你就跑进来，钻到我们这边打鸡了。嗯。嗯，我去打鸡、喔，所以他跟上次玩法有差吗？没差，就是一个摸人家鸡鸡的游戏、欸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简单来讲，直接冲到十一层，有随机矿物。对，嗯，十一层哦，直接十一层才有随机矿物，十一层以下，应该说都有，可是笨鸡说十一层以下才会有钻石啊。哦，对啊，你也可以在我是没有地表啊，我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看那个。我刚这队在找钻石啊！攻略，我挖到很多哎、欸，刚刚。嗯，没挖到多少。我有挖到，我刚挖大概挖20颗吧。哇，你的欧气用在这里了吗？都没了。我欧气都挖在这种地方啊。对啊，你都用在这里了。然后抽卡都很。其实从参加到现在，差不多也总共有挖20颗左右而已啦。哦。超少。我们刚是用那个、啊、本季攻略。本季攻略。啊，技术领域，你可以看上面，它有出一个攻略。技术领域，你不要这样。哦、我想要什么技术领域嘞？工商技术领域。你是不是有收钱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好希望哦，给我钱好吗？是大特点嘛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了，四个点。对，就是可以买新的。好好好 ，OK。那个很超快的。好。技术领域啊、哦。要考一下。四级领域在哪？第几页买的？极致领域，抱歉啦，四级领域啊。第几页买的？所以你会甩吗？我不会，甩不起来。第几页买的？啊，在那个一堆紫紫的那个，哇，我忘记是哪个，脑乱了，就是紫紫的，
啊，第五页吗？第五页。我去看一下总结项。哎呀，你看一下总结。苹果那一页吗？那页第二页。苹果的那个吧。哎、欸，这纸箱没东西。现在开不起来吗？还没那个东西。没东西。现在开不起来。好像是跟那个附魔那个同页吗？还是在后页？忘记了。第一页就是装备啊。啊，第二页是剑啊、跟吃的啊，第三页就是附魔啊。什么？还有什么不懂？纸片都没有好好教。刚刚没玩到极速领域啦。色染料中。对不起啦，我讲错了啦。怎么这样？哎、欸，他拉箱子有东西了，有东西了，可以看了。可以去看箱子。他直接开中间就好了。你刚刚没玩到数值啊？你们没有啊？没有啊？作者在，没用啊。作者有用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在哪边用。对，没有，它那个全范围的。哦、啊，你说挖掘加速哦？对，挖掘加速。哦，有，我们早就体验到了。极速领域。对啊，我想说我们前面都先比较慢。我们金稿一开始还回不来。我们知道速级领域，因为我们也有看到那个他打攻略，我们就是有攻略哦，好好看。但是我们不知道跳一下啊、那金稿没有的话就是跳一下。跳。那是矿工呢、啊、矿工才要金稿。矿工的话对。然后现在就是那个、啊、打击要特别的剑。特别的刀。特别的剑。只有那个剑才可以打。哦好的。拿那个剑蹲下可以看到对面的鸡的方向。坐标、欸、可是哎、欸、没事。特殊品就跳一下就回到身上。有事没事就跳一下。嗯，没事，跳跳，多跳多健康。那我们这场物品喷出率要高一点啊，300啊，300，三百，不是，300是怎么回事？等等，今天一直讲错话是不是？还没死就先喷装是不是？300，一个装备喷3次出去，30，喷3倍的装备，太可怕了吧？我跟你说千分之三百哦。对啊，还记得哇！贷款系统，你要买。现在弟弟的矿是全随机，好的，对，就是你不用特别在、也没有什么好记的、啊，就是全随机、就是去挖。然后双方下面双方的弟弟都是镜像的，都是一样。开场会自动随机弟弟的状况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啦。好，蓝队还没加满呢。他们没有，对，他们有队伍，哦，所以就随便挖，就会出现矿这样子。嗯哼，就是开场的时候，地下的矿物就决定好了。哦，对，因为之前的话是就是他是看固定的啊，现在是地下开场的时候，地下的矿是随机噗，然后产生啊。嗯，哦，噗噗噗噗猛，噗噗八九。少一个，太慢就没了。你等很久，等到天荒地老哦。哇，等到开始吃点心了。我刚才在打呼噜，走喽，打哈欠喽，走了，走路。这场鸡鸡有1500滴血，好，来厮打喽。哎呦，不能动，选职业。我是国王。没有鸡王、啊，忘了，这次还是鸡鸡，好不好？你来，挖起来！我要挖喽，我下喽。选好的都可以动。哦啊，我们现在几乎都在地下10层左右。哦、这是什么？哇！纸片啊！你们怎么全部都掉下去？我要搭电梯。硬要搭电梯耶！这边太恐怖了。搭电梯比较快。不是说好在10层才会有钻石吗？为什么在30层就看到钻石了？好、哦，几率问题，几率问题吧。你运气好还怪的。对啊，你欧洲人你还这样哦，真是什么钱？我要尿尿，拜拜。为什么我这边那么多东西呢？对呢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还挖不起来哦。你可以啊，在哪挖掉啊？没有分而已啊。哇，超气、啊！现成矿洞，我就抢到哎。为什么我10抽10个超级稀哦？为什么？怎么这样？真是奇怪、啊，抽很低。大钱还要嫌弃，他挖不起来。
爬不起来。两百块就可以买钻稿了，没这么穷、啊。两百块哦。对啊，原来是两百。然后两千块就可以买那个领域，所以要先有一个人存。好的。哦，愉悦。啊，是钻石啊！我都跟你讲有钻石了，夸张！怎么有人跳下来了？哥哥，我们要领域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到底下，我还没到底下，等我一下。我们要极速领域。我先成为英雄啦！哦、跳钱，跳钱！哇、okay. 塞、啊，哪来的钱啊？英雄只要一千了。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，太低了！哈基，哦，太低了，因为每天都挖不到。我到十三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有那个速度就很爽了。嗯啊，快点愉悦，需要你的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你们都好了，我还在尿尿哎。啊？赶快选职业哦。我还在挑啊。